那特别好。正在观看腾讯视频的观众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直播员周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探寻这座神秘的八仙山大佛。那么我也是第一次来，我想请呢我们这位陈长春陈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嗨，各位腾讯观众大家好，现在由我来给大家带领大家去探寻那个世间第一大泥佛八仙山泥佛。现在我们去八仙山泥佛之前呢，要经过一条老街，再经过一个南桥，再有几十分钟的山路上去。好，大家现在跟着我走吧。好的。好的，陈老师。这条街呢，它是。嗯。哎，陈老师，今天是赶集是吧？啊，今天赶集。赶集。哎，这街边的这个背兜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是农民收庄稼，就是农民收庄稼是吧？农民收庄稼，然后背这个什么？背粮食啊。背粮食。背大米啊，背这个像打谷子啊，些他就背谷子。打谷子。这今天赶集还挺热闹的哈。就是。哎，陈老师，这个老街它的那个建于多少年呢？这条街哈，龙华那这条街，它实际上是从明清时候，你那已经形成了现在这个规模。这条街哈，它有很多条街，这条街叫新街。我是新街区的，我是新街，它确实很陈旧，它旧，它就是它，它就是明清时候就形成的，这个是原始。那么它这个街哈，它就是它的特点就是一楼一地，斜山式，小青瓦几十这个。小青瓦。一楼一地，一楼一地穿过一根杆穿斗石。穿斗石，那么这条街哈，还有很多，还有很多特点哈，还有很多有，那么有，就好染大院啊，它就很那个很明显。哎，我看这里有个牌子，它是什么呢？它就染大院嘛，那就代表哦，就是管理的，我倒了给你。哦，还有标志。写的什么呀？染家大院是吧？它就是。
说实话，公办的保证比较完好的，才这么多建筑。看你们的雕刻那些很好，但是看你的观众们不到，看不见是吧？看不见。下面我们这下去就是梁桥了。哦，我们这下去往这下去就是梁桥是吧？啊，对。这老街还是住的有人吧？有人，还有他有后头看有米花呀，还有就是，但是住的人很少了，大部分都是迁出。很少了，已经、哎、是吧？迁出外面去了。哦，迁出外面去了、哎、是吧？这个大部分都是保存下去了，因为哈，那有人住，它要产生成一种破坏嘛。哦，是文化站的旧址啊。根据很多文化呢，曾经的建筑，五几年的时候，它就95年的时候，它建立那个新政权的时候，对的，演戏呀，还有表演之类的，表演之类，用于宣传的嘛，就是宣传，配合革命运动嘛，上去做宣传。哦，这样。看这古街特别的，特别的沉，特别老。特别的有古香古色的味道。哎，陈老师，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太平杆，它就是用于宣传。你看，它就两边都是木结构，那么万一发生火灾哈，那么就舀水什么舀起来了。哦，就是万一发生火灾的时候，用这个水来的那个熄灭火是吧？哎，对。你好，有的朋友在照着电视啊。乡村进步嘛，对的，就是哈，马上我们就到了几条干的汇合处了。哦，这是几条干的。哎，那么这就是啊，这就是汇合街，这一条就是汇合街。你看，这上面简介吧，这我上面有简介。哎，这里是新街。哎，这里就是那个。曾经那个，腰垫子就是看着你心疼的时候，那就是可以用腰垫子收工。他们，说我的腰垫子那就是他们洗头加衣裳，你看这是我们的天一样，立佛就是在这个山上，立佛就是这个山上，就在这山上。我把镜头跟大家拉近一下，待会儿我们就要到这个山上去。这里就是那个城楼，就那城楼在打造比较完善的那个城楼。哦，这是什么呀？城楼。城楼哎，打造比较完善的城楼。以前那个城楼是。这就是它的那个车轨，这就是管城楼。啊，你看，这块就有那个，就有它的那个，就有铁道，就有建筑。这里是梁桥，梁桥是吧？它又名字，它又叫河鱼桥，又叫金凤桥。哦，又名河鱼桥。又叫金凤桥。它是1888年建成的，它是在光绪1888年建成的，对吧？它就是以前这块叫东河，以前东河叫大河街，这块叫西河街，这块叫东河街，它就是连接两桥，连接两桥的纽带。哎。哦，连接两桥的纽带是吧？哎，纽带。这个地方的下面还有什么？它就是一个城，就是县，是很低，一线很低，哎，然后也很它就是。现在我们到八仙山要多久的时间？现在到八仙山哈，走路山路要就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能登上去是吧？那就由我们主播，那陈老师带着我们主播，然后我们就
开始爬山了是吧？嗯，是的，我们去上山了啊。啊，就直接爬山。禅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立佛的，就是它的一些历史。历史。对吧？这个立佛哈，它。我一直从事我的工作行业，我是工作嘛，但是我一直在搜集它的历史，但是没有到现在没有找到，我找到32年了。找什么？找了32年。哎，没来历。找他的来历，找了32年。32年。我有个80年，他家工作以后就一直哦，80年。他在一直在研究这个，就没他没有那个，他没得那个，又没得雕刻的，又没得哎，又没得是。现在的，因为就说文书记载没有，然后当地就说拿那么大的公牌，他应该是，但是他没有。再说，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寻找他，就是还在寻找这立佛的来历。他的来历，他的来历无人知晓，是不是？哎，他又不知晓，还有他究竟是现在有好多年，但是根据我们文物部门讲的哈，我们文化部门讲的。它是清通的，它是明朝时候的，它是明朝时候的，明朝时候的，明朝时候修建的，哎，它是宫殿，哎，但是在这时候我们的段子，那它究竟建成有多少年，找不到历史，哦，找不到历史，找不到历史，那就是很神秘的，哎，由于阿富汗的那个，它是哈，自从那个，嗯，阿富汗。那个大佛，哎，东大佛跟西大佛比塔的53米哈，啊，哎，比塔的班，大佛，哎，比塔的班的那个大佛无形摧毁以后，那么这种32米的立佛，就是全丹顶全世界第一大立佛了。哦，那么现在我们身边的主大佛是。那个世界上第一立佛了，第一大立佛就是阿富汗的立佛，就是毁了以后，他就是成为第一立佛。阿富汗立佛比塔利班的大佛毁了以后，这尊32米的大佛，那么他就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尊立佛是吧？立佛。那他和就是乐山大佛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他和乐山大佛之间有什么区别？乐山大佛他是坐佛。他是坐的。他是立佛站。哦，他站立的，就是。站立的是立佛，是。哦，乐山大佛是坐着的，然后这个立佛是站着的。它、就是分成哈坐、卧、立。哦，哎，它就分类。那么当然，佛分为坐佛、坐佛和立佛，哎、然后还有睡佛是吧？还有卧佛，就是卧佛。还有卧佛。哎，它是那个，它是按照这个来分的。现在我们就马上就是，马上我们就开始，哎，那个往下那个山脚下是吧？给你了。哦，这立佛就在这座山上是吧？我们开始上山了，我们开始上山。啊，从这里上山。哎，就是开始上山了。耶，好过。看来我们陈老师的人缘挺好的。陈老师就是本镇的。我就是本地人，就是出生浦南的龙华人。龙华人是吧？然后我在参加工作的时候就一直从事文化工作，就是研究古镇的历史，古镇的历史，等等一方面吧。嗯。那么我们要往这个上面去啊。要多少分钟？这可能要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能不能？要半个小时。但是这个就一直是这种时区是吧？全部是时区，1000多级。1000多。1769。哦，老师，老师记得这么清楚，1769步，对，然后就是登上这个山顶，是吧？让我慢慢数着走吧，慢慢对，慢慢数着上去，常说我们如果累的话，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好吗？好的，我觉得上梯还是这样比较方便，全部是这种山路，哦，全是山路对吧？哎，就那沿着直梯。它是97年，你看吧，这个它那屋子进去，你看，景区的门口，哎，门口是吧？到了景区门口。其实说是景区，但是这个景区还未开发，对吧？目前是我们龙华是单星级景区，
目前正在、哦、现在被评为了三星级。去年六月份被评为三星级地区、哦，现在我们正在往四星级努力。哦，正在往四星级发展，对吧？哎。那么龙华的哈，啊，龙华的这个，龙华的，文历史跟文物比较悠，比较悠久，嗯，它有现成的哈，省级文物，它有就是八仙山地府嘛，然后县级文物有龙华寺，有龙华寺县级文物，玉帝宫，玉帝宫，对头。那么龙华寺为什么叫龙华呢？哈，它就是因为哈，取其福金。都是龙华惠山人建龙华寺，故名龙华至今，那就是龙华的来历。哦，龙华的来历啊。哎、嗯，然后它还有很多冶炼遗址，是不是啊？银厂、铜厂，它就是。哦，银厂和铜厂。哎，它以前它都那个乾隆时期都开采过。哦，在乾隆时期。乾隆时期已经开采过了。就开采过。哦。然后。它还有等会看一下你建筑哈，它就有目前哈，保存的建筑它有116栋。哦，五根。现在这个古街的建筑，已有116栋。哦，116栋是吧？嗯。但这个八仙山哈，为什么叫做八仙山呢？据说这个民间传说。民间八仙山的来历是民间的传说。哎、嗯，比如说原来这个山，它不叫八仙山，也没有这个八座山峰。哦，是八座山峰吗？这上面是？哎，就是。哎，还是说很平的山峰。它很平的。哎，没得八山，因为传说哈，上八洞神仙。有八个神仙在上面。啊，有上八洞哈，有神仙有上八洞、中八洞、下八洞。哦，还有下八洞。哎。嗯。上八洞神仙就是那么就是。南彩河，河仙姑，铁拐李，哎对，曹贵就站过那一哈，那个八位仙人哈。哦，就是八仙过海的八位仙人在这里、哎、是吧？对。有一天，他们云游四海的时候，云游四海的时候，哎，就来到这里了。哦。但是那个铁拐李，啊，他是长还是白字哈？哦，白骨嘛。嗯。啊，他是瘸在。哎，那是骨头，那骨头嘛，瘸腿嘛。他想休息，但是他也不好说哈。嗯。他就想了个办法，他就说。想个什么办法？各位仙家，他说你看，这个地方啊，山清水秀，你哈，这个风景也好，我们就这样走马观花进去了，是不是有点遗憾呢？哦、哎，当然来七国神仙嘛，就哎，就懂不晓意思，但是来七国神仙都有那个意思，都不好说的。哎，既、哦、然你拐了他，不好意思是吧？哎、就是说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嗯、看到这里风景这么漂亮，嗯、然后他想留下来是吧？来个铁拐李先休息，那就对了。他找了借口。哦，是铁拐李找的借口。他找的借口。他是走累了到了这里。其实其他来这个南，包括南彩河啊，曹贵有那些。照样也都够了，哎，还是有点问题，但都不好、哎，都不好意思说，哎、是吧？因为他们都是神仙，哎、是吧？你铁拐你说了，你说到，哎呀，你说就算数，那要得吧，要得，有事就服服吧，要得我们休息一下哈，哦、就他们想让你休息了，哎，就休息，对。然后啊，他就一直休息，就见到人头嘛休息，哎，他就站到看看，还那个站到肯定。你看到，要坐到你，是吧？啊。等他们看坐到你看够了。啊，他们。七十里巡。坐在那个八仙山上面。哎。七十里巡的时候，原本哈，一座很平的山。很平的山。又没有名字的山。嗯。那么就现出了八个山峰了。哦，就是因为他们坐下去。哎，然后。留下了八个山包、哎、是吧？然后民间说的留下了八个屁股斑斑。哦，就是哦，然后。留下了八个屁。屁股啊，屁股的样式啊，那就是挖个钩子印象，挖不上的钩子嘛，哎呀，哎，一般就喊屁股吧。然后就是说的，就是原来的。八个神仙就是八仙过海的、嗯、然后铁拐李到了这个地方他很累、嗯、然后他找个借口就说这里的风景很漂亮、嗯、然后想坐下来然后
就是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然后他又不好说，就是找了个借口说这里很漂亮，然后就是八个神仙，大家也都想休息，其实，哎，对对，然后就坐下来，一坐下来就形成了八座山峰，对，哇，对，然后当地人就根据哈这八个神仙的来八座很平山，都是八个人就取名叫八仙山，哦，就八仙山，就叫八仙山，叫八仙山，这是八仙山的来历是吧？哎，看看还有多个，你看吧多远？那个、哦，从这里都能看见吧？哎，啊，但是那个大地铺哈，它在这块那个山凹口上的。哦，就在这个。这个凹上啊。哎。山谷之间。山谷之间。地铺就在这山凹口吧？哎。哦。很危险，哎。哦，V 啊，对对对，能，现在能清楚的看到就是这个 V 字形的这个山凹，然后。就是立佛就藏于这个山坳里，现在还不能看到立佛是吧？不能，哎，还要继续走，还继续走。然后龙华的，没看到就有龙华特产有哪些？有哈，猕猴桃，就是我们这边有猕猴桃。野生猕猴桃，野生野生的，那老街上种的野生。那这上面有吗？上面有没有？应该有，但是不好搞，不好搞，很偏。还有是经济哈，就是还有茶叶。茶叶，哎，茶叶，这边茶你能看到很多，是吧？哎哎，他们开始采春茶了吗？这是春茶，马上就可以采春茶了。马上就可以采春茶。春茶。春茶。因为还有马上就明天，那就这种，就是很累的。哎，采着很嫩的。来，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好吗？好的。师傅，师傅了。啊，这就是春茶是吧？哎。太平常规则很爱一片啊，一堆一十多棵我们说过。来，我们休息一下吧，陈老师。陈老师，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好的。慢慢的走。嗯。别。可以坐，可以坐。哎呀。坐一下，坐着。可以坐。哎，坐在石阶上。嗯。来，坐一下。啊。你坐不？嗯，坐吧。哎，那你就是路上睡觉。没事。坐一下。哎。它有多高？这个八仙山有，有多高？海拔，哎，对，两桥那边的海拔是500，然后八仙山的海拔891，891，嗯，顶峰，就是我们上去的地方有八百九十一，就是相当于900米海拔，但是我们大湖的立湖的个地方哈，它的海拔只有890多。啊，就是我们到了立佛的地方，到立佛的地方就是890多，哎，890多。那我们现在已经爬了大概有100米了吧，有两，差不多，应该有。连起来就害怕，但是因为它这个石阶很陡，很陡，很陡，对，就是很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石阶真的很陡。龙华的特产有茶叶，有茶叶，笋干，干笋嘛，干笋就是竹子，它的那种香，竹笋，竹子种的也很有很多，它是哈，目前茶叶，笋干那些哈，还有就是，龙华就是龙华的经济支柱，就是茶叶和笋干就是龙华他们的农作物的一个什么精神支柱，是不是？哎，经济来源，对，主要的经济收入，对，原来有。其实龙华这个地方2015年的时候我来过一次，然后也上去过，但是呢那时候还没有这些路，现在政府已经把这些路已经修好了。龙华的景点哈，它有很多，就是有鬼门关，是啥意思？鬼门关，鬼门关，它那个是一个很深的山谷，有点小溪，那个地方哈，那个很深幽是吧？很幽静，很深幽。那个两山夹的，两边有个泉水。就是有个小溪，就两山之间有个峡谷。是都是竹子嘛，然后很光线又暗，而且那个门那两山夹的，好像有个门一样，而且很幽静。哦，好像有门一样，就像门一样。走进感觉有点恐怖，就过一门关。哦，人走进去的感觉恐怖。然后有燕子孔。燕子孔，燕子孔是啥东西？它就是燕子嘛，一个蝙蝠嘛，它就是蝙蝠。蝙蝠是不是蝙蝠？哎，就是蝙蝠，起来就害怕，
但是因为它这个石阶很陡，很陡，很陡，对，就是很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石阶真的很陡。龙皇的特产有茶叶，有茶叶，生甘，生甘，生嘛。甘是就是竹子，它的那种竹笋，竹笋。龙皇的竹子种的也很有很多，它是哈，我想茶叶，生甘那些哈，还有就是，龙皇就是龙皇的经济支柱。哦，就是茶叶和笋干，就是龙华他们的农作物的一个什么精神支柱，是不是？经济来源，对，主要的经济收入。对，原来就，其实龙华这个地方，2015年的时候我来过一次，然后也上去过，但是呢，那时候还没有这些路，现在政府已经把这些路已经修好。龙华的景点哈，它有很多，就是说有鬼门关，鬼门关、是啥意思？鬼门关？鬼门关，它那个是一个很深的山谷，山谷，有点小溪，那个地方哈，那个很深幽是吧？很幽静，很幽，那个两山夹的，两边有个泉水。哦，就是有个小溪，就两山之间有个峡谷。是都是竹子嘛，然后很光线又暗。而且那个门，那地方叫的，好像有个门一样，而且很幽静。哦，好像有门一样，就像门一样。走进去感觉有点恐怖，就鬼门关。哦，人走进去的感觉恐怖。然后有然后有燕子孔。燕子孔。燕子孔是啥东西？那就是燕子嘛，一个蝙蝠嘛，它就是蝙蝠。蝙蝠是不是蝙蝠？就是蝙蝠，然后那它一般嘛，我们喊的燕子孔嘛，就是，有很多的溶洞。龙华的地理哈，鬼门关有燕子孔，有梁桥，有梁桥，还有玉帝宫，还有个那个，来吧，我们再继续又走吧，好吧，长生，我们再继续走吧，还有一个永福囚笼，那个永福囚笼有点高哈，还有个就是在梁桥这面，它有个龙头哈，它是雕刻，它是雕刻的，正看也是龙，倒看也是龙，它就是镇水兽。哦，镇水兽，就是榕树囚笼，然后就是榕树把这个龙雕刻的龙，然后把它已经用树根把它缠起来了，是吧？对，而且它那个雕刻的钱，对，它旁边有一个榕那个黄果树，那我包了。嗯。榕树囚笼就是来历，不然。还有龙华的历史。龙华的历史，它也很悠久。它曾经是一个，都困府。哦，曾经是个都困府。现在省军区。省军区。省军区。它龙华，它以前管木川。哦，龙华以前管那个。乐善的木川也是属于。哎，就龙华省的木川县，然后还有，平山。还有平山，还有就是那个登梯，登梯就是现在宜宾市上面的那个新华县嘛，就是现在新县城，新县城是吧？然后在这里面就管那个马湖下来那个新市里面。原来就是龙华管辖的地方挺宽的是吧？管辖哪些的是军事行政机构？军事行政机构，军事行政机构哈。连桥那个那座市是。他就是都困府大门那边那个正门石狮。哦，意思说刚才我们看那个梁桥，就是以前那个什么呀，都困府。他就修建的。他就是正门石狮嘛。哦，正门石狮啊。我们这个是立佛，不是大佛是吧？立佛。立佛。这会是一般都是喊的八仙大佛。都是叫的八仙山大佛。大佛跟立佛都差不多，就是说从分类它就是立佛。从分类上来讲，它是立佛。对，然后为什么叫它大佛呢？那是以前叫的它。以前叫的叫八仙大佛。八仙山大佛。八仙山大佛。那然后这里就应该叫它立佛，不应该叫它大佛，因为它没有乐山大佛这么大。没有，它就应该叫立佛。像我们那个文字之前都是八仙立佛。其实就是属于它的高度，它是站着的大，一尊佛像，然后属于就是站着很大的一尊佛像。
还有刚才我说这里是东横湖呢，啊，以前哈，他那个守人，啊，东横湖嘛，他是哈，按照职位来说哈，他是五品，哦，他是五品，文官是四品，他然后按照武官还是五品，他就现在哈，他的守人都是。这个人都是甲乙龙，他是清明，哦，然后第二人、第三人都是他是清四了，那个清明的清四。哇，还有这么远。清明就是哈，还有远着。扬州边的，扬州边的，他的在哪里？人口。来跟老师一块儿。跟老师一块儿。这个都是你全清四哈，清明、八头路、万军门。这个实体真的是太多了。哎，别人说是有一句古话叫什么，叫那个什么藏于深山中，然后就要走很多石梯，然后要见这个真人。必须要走过这些石梯，所以说就是我们八仙山的立佛就藏于这个深山中，是吧？深山里面，然后龙河的景点还有就是西沙溪，还有迷魂阵，还有打鱼城。迷魂阵，迷魂阵是个啥东西？迷魂阵它是这样子的。他是就是人走进去以后不能出来吗？我容易是容易走不出来，容易迷，没错。他是属于一个什么地方？他这样子的，我走哈，我是龙河本地的嘛，我都被迷过。哦，你都被迷迷住过？对，啊，不然。哦，你是龙河本地人都被迷住过呀？不，他这样子，他的那个山峰哈，大小形状是一样的，再加上全部是竹子。你走进去感觉哈，这里是来过的，来的也是来过的，其实也没来过，它那个地形差不多，嗯，是在下雨，地形很复杂，啊，地形很复杂，没下雨，但它只有一个三岔口，哦，只有一个岔路口是吧？还有个岔路口嘛，所以说人就容易迷路，你只要我来一走错了就管了，我不曾经哈，我包括两次，第一次是我们一家人，他去跑了还走。早上八点半，你看你下午五点半都还没出来走，你不没人帮你捡一回。第二一次是吧？是下午一半，三五半那又出国的，哎，我带你去，也走路。但是现在我不也是走路了。走吧，没事。啊，等于说与以前龙华，他就管起地方的话，就管不宽。要是从那东湖，他还是他每年这一般就两个年去了，这地方他以前就是教堂，教堂他们那个那个现在是没有军事了。啊。来，我们俩先走，等他们慢慢的来着。等他陪着陈老师慢慢的走上来。你有没有来过？嗯，我没来过。没来过吗？嗯。是不是特难爬这个事情？我不觉得，因为可能小时候爬多了。是吧？我的那座山比这座高。哇，就是你老家的那座山比这座山高。对。哇，还有这么陡。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想上那个，没事，但是我一定要上去。是有点累哈。嗯，陈老师，那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再找个地方下休息一下。那边，走吧。那里平一点。哇，现在我们再穿过这片竹林。美吗？嗯。嗯，来，我们坐一下，稍坐，坐一下，稍稍休息一下。的确，这是免息睡，
哎，陈老师，坐一下，是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现在我们龙华镇上有多少人口？龙华镇啊？对。现在龙华镇有，1.02万人口，总人口。嗯，2万人口哈。老街上就没得。老街上就是古街上没得，古街上就是明清街上就只有3-4千人口。3-4千人。嗯。是不是挺累的？有一点累，确实。啊那平时到我们这边来看立佛的人多吗？多，他都是来成都、重庆。成都、重庆的。自驾游多。自驾游过来的。还有是哈背包客多。背包客。嗯。徒步的。徒步的，今天的天气还好，前两天挺好的，对，大太阳是吧？对，大太阳。然后，但是今天天气阴着。我们龙华就是，我看他就是，你说的那边就是，他的邻市就是乐山市是吧？啊，乐山，然后这边是这里过去就是他们，它与乐山市木川县的云浮镇。云浮镇，木川县的是吧？啊，木川县是木川县的。啊，云浮镇。嗯。连接。哦，然后这一番与宜宾县的商州镇连接。商州镇是不是宜宾县？这背后就是我川南第一高峰，海拔2007的。什么高峰？川南第一峰。川南第一峰。就是自贡宜宾这一。自贡宜宾内江。这边属于最高的一个山峰。山峰，就是老君山嘛。现在能看到下面还是有游客。有。上来玩的。每天都有。这背后就是那个，万里长江第一杆新市。新市。在新市是吧？新市。万里长江第一杆。为什么说是第一杆？长江金沙江就是那起头。金沙江。然后宜宾市那是万里长江第一镇第一城。第一城。那是第一杆。哪个杆？港口的杆。港第一港。是吧？第一港。然后新市上去。它就是那个马湖，就是诸葛亮骑行孟获那个地方。马湖就是诸葛亮。骑行启动。对，骑行孟获的地方。骑行孟获。对。我知道，就是原来就是在中都的时候也有一个孟获，什么他的老家就在中都是吧？孟获的。本来都是说。都是说的吗？都是传说对吧？传说。累吧？休息吧。这是我们的兵哥哥，然后走吧，我们又继续走，我们继续往前走啊。其实现在很多腾讯的网友，他们非常非常的想看着立佛的真面目，挺神秘的哈，这个立佛真的很神秘。但是呢，还有爸爸，曾经江西台那个。传奇，今年传奇那个节目，八哥跟刘晓庆 PK， 你说？把你和谁？刘晓庆。刘晓庆 PK 了一下 ，PK 啥？我是因为刘晓庆在乐山啊，那部电影啊，武打片啊，他就叫神秘大佛，就叫神秘大佛，刘晓庆主演的是吧？然后现在话还在这个方很多那个洛山大佛他不该叫成都的，因为他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这种画像衣服啊好一修的哪些人建造的等等一切有记载。现在能看到这里有一尊佛像，还有人在这里就是求拜过是吧？以前都没有记载。
这尊佛像是后期上去的还是？后期用的。后期，对。这个是八仙中的谁呀？不是他，不是他，这现在是人称的一个经典，我就是。现在能闻到浓浓的这个香味。是吧？真的。他现在在那就读书，下面就是背起书了，然后到最后就修成正果，就这。哦，上面就是背书的，然后就修成正果了，是吧？哎，就这个大嘛。哦，然后就说刘晓庆，你神明大佛那部电影，所以不应该在庐山那个庐山大佛那里演，应该在这里演，这里才是神，这里这个大佛才是神明的大佛。对，刚才就是有一个网友叫清晨的，他说小时候他看过就是一部电影叫《神秘的大佛》，他就是刚才我们也在你在这里说到就是刘晓庆的拍的那部，刘晓庆是那个《神秘的大佛》，演主演错的，我认识的那个多少大佛脸，他那个来龙去脉都清楚了，你就不说你了。还有。哎，这里还有一条公路是吧？是半山腰。这是半山腰，但是这条公路不能上来车的，能看到。这是村民修的，是村民。村民修的。哎，人那个竹园上的。哦。运这个竹园链是吧？哎，这里就能看到有一些石窟。二道观音。一道观音现在已经毁了。哦。以前烧香的时候。现在已经能感受到。大佛离我们就挺近的了，越来越近了。对，这上面还刻有，这是建于哪个年代的？这个有考证吗？明清时候。都是清朝的。然后这些就是佛像是，佛像是还是塑了金身的是吧？我这是在后期，后期然后放进去的。走吧，我们再继续走，我们要去揭开这对神秘的烈火的面纱。还有，对这个地府哈，我们地方政府哈，包括县政府，他都很重视，很重视。也专门做了一个保护规划，邀请做了一个保护规划，这个八仙山烈火。我是负责弄化一下做的，专门做那个。它是属于就是国家的级级文明保护规划。哦，专门邀请里面是城乡规划局的员来做的。哦，就看这个烈火。大概直线的距离大概有多远？还有？直线距离。直线距离不远了，后面还有200米。我说的是直线上升的距离，还有200-300米。然后我们还要走多远？不远了，对吧？哦，现在的刚才的他是坐在那里休息的这尊佛像，然后现在他是背着经书又继续求学嘛。哦，对，继续求学哈。因为前面他就骑马了，他现在人生的六个境界。哦，人生的六个境界。刚才他是在那里坐着是看书，然后这个是行走。坚持。哦，这就是他骑着马。
人生的六个警戒。这条公路不能通往，就是烈火的，不能的。就是不能越过，就是保护着烈火的这根红线，不能越过去。他山顶很高的一个地方，前后左右50米，这个是保护的。不能修建东西了，是吧？人也能看，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我们市委市政府和就是县委县政府对我们就是这个立佛的保护是非常给力的，是吧？它是划出了保护范围的。划出了保护的一个范围。不能采，不能开采，不能随便，不能随便，都去建筑，这个不能。还有。你要你看见这个保护把我们你要通过一些你必须要通按照完了你那个哈你把我有你我调你这个哪我们可保护不好你就哪一级这个人你就别这哪一级而且还要很好我们通知我们来提出来在这里又能看到就是这是一个三道观音的，这是三道观音的，然后这块大石头应该是从山上掉下来的，不是，它就是这个地方的，就是这里的，就是原来那个位置，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八仙山哈，真的能看出来，它应该是以前人工的这种。这个八仙山，它以前它应该是海子，因为它下面我们原来修这条九节修这条龙的时候，发现的有化石。原来在上面有化石是吧？鱼化石，还有鱼的化石。霸王我们还得盘盆嘛。就是贝壳，贝类化石是吧？化石。所以他们他就在潮汕运动以前，它是海子。它原来属于海。潮汕运动经过地壳的变化。经过地。我讲要去，我肯定喷地壳吧。地壳哈。地壳运动哈。地壳的变化。海关就是有峡谷。我们现在位于的是在这个龙华坪山，龙华坪山的龙华，龙华镇，海拔890米的八仙山，海拔891米的八仙山，到半山腰上，已经到半山腰了是吧？现在我发觉现在的石器是越来越陡了，现在天空也在下着一点小雨。天气现在按照哈那个两个按照国家规定哈，一百米是什么？一百米是平。这能看到刚才有一个小僧人，现在经过人生的六次历练以后，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中年男人，中年的僧人。中年了，他这个经过过来的感觉，他已经中年了。中年了，变成僧人了。这些环境挺幽静的哈。对对对。这个石梯路，很那个。那我们现在就是立佛有人看管吗？上面？是我。是你在看管？包括我是。现在我是，你说这哈立佛，包括刚才那些，你看，你看。能看到是吧？包括雨的狗啊，刚才那些。
保护责任就是我，保护的责任就是你。但是我也不可能看到那么多。哎，陈老师今年有多少岁了？我今年是刚刚五十一。还有。哦，五十一。退休了是吧？啊。等下我从80年吧，参加工作一起。哎，陈老师，这个水管子是农民捡来吃的。哦，从这包山泉，哎，巴西山上。就是从利府这边。利府的旁边的泉水是吧？然后农民进去捡下去。是鲜水啊，是吧？鲜水。然后就是农民他们自己饮用的。饮用水。这水质应该特别好，我觉得。哎，水质。待会儿可以尝一下。然后，在下面，哎呀，那是民间自发性的，有些，哎呀，请居士嘛，在下面。哦，还有居士在上面。帮我带看了哈。哦。那么就是外头在上面，在我的问的，我问我包括水哈。嗯。水了，垮塌。垮塌呀。啊。还带头还有些其他。他的那个小品好好的嘛哈，那么你得给我送是吧？你我问天天才走了一圈。对对对，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哎，还有其他工作要做，可是那么的，哎，那这些做法做的你放心。哎，你看我说帮我看一下，万一有啥子事呢，你给我打个电话，那么我就建议那整个龙华镇就在我的脚下，我们大概现在已经爬了大概有700多米了，应该对吧？700米了已经，那不远了哈。哎，我发觉就是一路上来就这一些就是佛像，就是后面就都有人来每天烧香，上香的是吧？都有的好吧，那些还是刚刚点你的还是干净的，每天都有香品嘛。哦。这里有一个休息的地方，是吧？观景台吗？这里应该是一个。不是观景台，是休息。哦，休息的地方。是游客。哦，现在这个。就是啊。现在这个僧人已经变成一个老头了。你已经看，已经修成正果了。哦，已经修成正果。他又得到高僧了。已经是个得道的高僧。得道高僧了。这是休息的地方，是不是？休息地方。他们走了半山腰已经很累了，对，我们在这里也要呼吁一下，就是我们出来旅游的，就是这些人，我们要文明旅游。你看现在我们的地上有很多，就是挂着壳，挂着壳是吧？对对对，我们出来旅游的，就是人们，我们也呼吁一下，文明旅游，对吧？绿色旅游，文明旅游。然后我们先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阿弥陀佛了，马上就到宅门了。还有一个阿弥陀佛。哦，到宅门了是不是？到以前我嘛，马先生以前叫马家寨。哦。他是马姓人家，我一片战乱，在这里上面，住家，然后就四处就修起宅门。那么三道那一个一共有三道宅门，三道宅门一关，你。下面就上不去了。哦，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这里是一个姓马的
一户大户人家，然后为了就是马家那是不是大官是上川人嘛？啊，我当时是明清时候战乱分明才是吧？啊，对，战乱撇土撇灰嘛。为了躲避战乱，然后在这里，哎，然后修了一个寨子。现在很平。哦。那是这个就是马家寨早一点，还是这个立佛早一点，还是同时存在的？他们两个是？他应该是立佛应该早一点。哦。马家寨他应该就是清朝时候，他是清朝时候。哦。因为那个立佛哈，但是他的那个公墓里，买这个墓买那个墓里哈，建议哈，他是明代产物。还有，我在想，为什么这么大一点湖哈？哦，没得记载的。我们已经看到上面有香客在一路走，哎、一路烧着，哎、对，烧点着香。他就应该给当时张献忠叫四川有关，因为哈，我看过相册。哦。怎么这么陡？到过平山。吴三桂来过平山。哎，张献忠到过平山。还有，按照哈，这个记得哈，朱县乘车死难。按照哈，那个时候这个战乱嘛，打官的都是一道，大分分分钟。哦，能看到。还有，那么在那时候写诗都是太平，太平盛世的时候，当然是拿自己的把自己的名字来写上诗呢。这里是几道？这里就没得了。这里叫什么名字？什么呀，陈老师？这里，哎，就是一个，就是有些佛像的。哎，没得啥子关系，没得，没得啥子好几的关系，我那里。这也是相当于是游客休息的。哎，你比如当时哈，我们酒店，有一个农民，他走累了，走累了哈，我们就，那还休息了没有？可以。啊，游客，哎，坐一下，休息。游客休息的地方。对。然后上面的字已经差不多都风化掉了。它不是风化。是文革时候，何时有历史新？哦，文革的时候，哎，何时有？六几年？哦，何时有历史新呢？所以说这个大佛没得记载的，还有就给占，就给占山叫四川又占了。他们好像曾经的话就断过代。哦，现在呢，我们能看到越来越陡。对，越来越陡了。马上就到我们头部了，就是在占领。马上是第一道宅门，是不是？啊，第一道宅门。还有两道宅门是吧？那还有一个宅门是什么？这是古宅门。啊，这是古宅门。哦，这里能看到，到处的就是岩壁上都有一些窟窿。啊，对，那些它就是以前的。啊，都是一些佛像。佛像是后来的。塑像是后来的。对。然后，那个。窟是原来就有的，哎，石窟是原来有的。啊，能看到我现在，我们上面还有两个阿姨在虔诚的祈祷和烧香。对吧？这里是阿弥陀佛。哦，这里就是寨门。阿弥陀佛。哦。还有一个故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有故事。哎。哦，给我们讲一讲的阿弥陀佛的故事吧。哎。哎，大姐，你们好。你好。哎，我们是腾讯新闻的。你们是一路的烧着香，然后慢慢走上来吗？啊。走了多久了？大概。走了到，这到多长时间了？我走一半了吗？啊，走一半了是吧？走一半了。啊。你们是每天都来上香吗？不是啊，是吧？我是远路人，我说家是山东的。啊，你是山东的是吧？山东的。这么远的。这么远。啊。你怎么知道这立佛的这个地方？这是我后家的。哦，家是这里。老家是这里。是每年都回来吗？每年。嗯，我这都算出来，这是来第头一趟。第一次吧，三十多年第一次回家。啊，第一次回家。哦，真的，欢迎你回来，欢迎你回来。哈，你们是他人呢？我们是腾讯新闻的。啊。好的，但你们爬山的时候注意啊，注意安全。要的，谢谢你们啊。啊，没有。啊，谢谢你们啊。我可以在那里做一个插像，帮我拍一下。哎，那拍个照片。嗯，来吧。你在爬山啊？你们是做新闻那个？对。走吧。
陈老师，陈老师，我们走吧。然后，好，好，我们走，我们走来。啊啊啊！等一下，这个我们走不哦，现在这里有一点陡。啊，这真是。你们跑那么快，咋的？慢慢走。啊啊！爬山要慢慢走。不是，现在有很多网友在。哇，这里特别的陡。哦，这还有陡的哦。哎，还有陡的。你没来过。陈老师，这是第一大宅门是吧？这第一大宅门。你没来过。我就是本地人。啊，没有，还有腾讯新闻的啊，我都没来过，还有陡的哦，还有陡的，还有陡的，还有好，还有那个风景啊，各方面还有好的，还有好看的是吧？这个对，不好，他为啥休闲灯光？他这个你还我都有六年没来过了，六年，其实我也是这当地人，啊，你也是当地的，你在也是在外边是吧？哎，外面打工。为什么突然想到今天来上来烧烧香？我表姐她要回家。哦，不，表姐要回就是山东。啊。哦，是这个。那我就回来一趟来耍一趟。啊。等一下，这个我没说过，你看他这个兄弟不你看那个。哇。他好陡。不好。他你看这张头线，你看他这个头线哈，哪一个半路？你们想一下那个半路在哪个？哪一个头？就黑里麻青的。去很远的，他的这个我说话，他的原来哈，他就是一个一根黑柱子，一个黑色的，一个还有他有的头部。哎，现在下雨了。对，有一点下雨。哎呀。哇，现在路是越来越陡。对，越来越陡。现在雨是越下越大，能听到树上，哇，这叫啥路？这么陡。哎，应该快要还不能去弄个，应该快到了吧？快到了。啊，今天也走的好啊。现在就他这个把白虎啊心一下沉呀，对，心沉就爬不上来，对，心不沉爬不上去。我说你干什么都任何事情都心沉不能扒住你们。哎呦，虽然附加还很多，还有很多道理。对对对，现在的雨是越下越大。对，哎，各位网友，你们也别着急，我们是在紧赶慢赶的往上走。因为这路确实不好走，路上都是青苔，稍不注意就会被滑倒。哎，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哎，哎，我们先休息一下。哎，哎，哦，一边干一个。我今天跑的不像是旅途。啊，没有，我今天只是。你们也是过来玩的，是吧？对，玩的。啊，你们是当地的还是哪个地方？不是，我们是山东聊城的。哦，就是让阿姨和你是一块的，是吧？对对对，聊城的。嗯，聊城的。你们是今天早上几点钟出来的？开始爬这山是几点钟？几点忘了。我几点忘了？但你们爬了多久了？差不多有快一个小时了吧。快一个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吗？对。啊。至于吗？啊，你这是六天了。我叫我想，他都一个晚上听掉啊，巨高。那搞的电，你听的是那车子开的溜溜的，搞的电器的啊。
你这剪都剪了没有？剪了是谁的影响？说你给我录照明都是。我把照明给你录了，不是照明都不可以。你是哪里的？我把这照明剪了。嗯。我这我这这个。哦。走吧，我们再继续走。好的，好的，好的。哎，快到了，到这里还转呢，不乖。还要转。对啊，现在你们就可以通过腾讯新闻的 APP， 打开腾讯新闻的 APP， 在直播栏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了。现在的路是越来越陡。陈老师，如果你觉得累，就我们就换慢脚步走好吗？没事，没事。哦，那行，看来我们陈老师的身体还是倍儿棒的。哎，就爬山走过来，这样已经爬习惯了。已经习惯了爬这个山，那这里注意一下，因为山这里，哇，好陡。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我在还在数着，就是自己楼梯在走，然后就是1000多，然后是一千的。不是，现在我是没记账步数。你数不清楚了。对。因为太累了，人都太累了。现在雨是越下越大。哎呀。我的心是很沉的，知道吗？你的到处都任何事情不能到处。对对对，心要沉。任何事情沉，干工作也是一样，是不是嘛？还有几道拐，马上就到顶了是吧？马上就能看到我们的礼佛了是吧？嗯，看礼佛，还有个缓坡，过去。还有一个缓坡。还有个缓坡，过去。还有个坡。嗯。小朋友，这里就是我们景区的另外一条路，就是过去就是八。景区的另外一条路。哎，八仙湖。八仙湖是从这边过去。过去。哦。然后那边一条公路，就下山。那里我们过去就到，立佛了。这里过去就到立佛是吧？哎。这里就叫西式观音。西式观音啊。嗯。那还有什么传说吗？还有一条定州石，就这样子的。他以前说先哎说哈，他头天晚上他要沐浴焚香。哦，沐浴焚香。哎，他说焚香沐浴嘛，要把点的香蜡要把一好洗得干干净净，做水真的很清澈。哎，对，换上干净的衣服。哦，就在然后就开始爬山。哦，他就爬的这个前我们一样，满头大汗是吧？有汗是雨雾，你不能接。有雨我就不能去参拜大佛地府。哦，但是所以说就把手你又不能在这里从朋友本想不想又我又想出来洗澡。哦，但是那个我那个浇一点水把手洗干净。哦，在这里就是为了就是参见立佛的时候把手在这里洗一下。哎，要你过去嘛，就是就见立佛了嘛。对，那你不可能要又把眼脱了又洗澡，洗得干净又还又换上崭新的衣服，干净的衣服啊，不可能。那么你恰好的，那这叫什么池了？滴水净水池，它净水池，它有这滴水观音。嗯。
他又叫地主观音，是吧？你在这里哈，你看，你见不见手呀？把手洗好，那么就表示你心情，就表示你，你把之前所有的把污秽就已经洗掉了，是吧？洗干净了，那么就可以过去，就可以去参加大佛了，可以是吧？参拜你的佛，参拜大佛是吧？这表示你心很沉了，心很沉了。这每过来的香客，他们都会要洗手，对都要，他们都会在这里洗手，污秽洗掉。那你也洗一下手。你也洗一下手。对，好，张师傅拿一下，来就直接就能。马上就要见到你佛了，洗一下手。这水好清啊！清哦，真的好清哦。这水是泉水吗？山泉，它上面没有污染，是吗？没有污染的山泉水。能看到这个泉水的泉口，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这个水就是一滴一滴的从这里出来的。走吧，我们再继续去揭开我们就是神秘立佛的，对，我们就要去见到那个神秘的大佛了。哎，哇，终于是平路了，啊！现在就进山门，还有一部门那个门了，还有一个门就到，门就到了，我们见了我们神秘的大佛了，是吧？大概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就到了，还有几分钟到了，是吧？我们的心还是很沉的，知道吗？都富有心人。能看到的，是圆通的观音看看。哦，都是。观音像。观音像。他圆通都有，他圆通都要拜，他一直拜几岁。哦，你马上到了。香客一路要拜。一路要拜。他建一个龛，观音看看，看看他都要。我的助手小红妹儿今天也是爬得挺累的。啊？我不累。不累吗？不累。没有，走吧。沿途都能看到这些，这就是山门了，对吧？哇，终于要见到我了。对对对。哦，马上我们就要穿越时光了，是吧？哦。各位网友，马上我们就即将要见到这个神秘的大佛了。对对对，穿过去到了，到了，当当当当，现在能看到我们的立佛了吗？真的挺高的，好高！陈老师，这个立佛有多高呢？32米，三十二米。雄伟，真壮观呀！对吧？当时维修的时候，我上去，你还上去过维修的时候？九几年维修的时候我上去过的嘛，上去过的看，我这么我一米六几，刚一个人，旁边的看，旁边他一个无名指高，是吧？无名指，这样子的，我一这么刚一个人哈，旁边他那个无名指高。哦，就是他无名指那么高，是吧？哎，比他的无名指还穿一这么大气哈。哦，他那么大巧，那他的手指大概就应该有一米六。哎，然后他那个手肘上哈，你完全可以这样子，他这么子就一而已。在哪个地方？在就是这个手臂这个地方，对不对？可以在上面走路的。当时维修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上去的，他们根本照了一张照片，但是那张照片飞了，又呱呱呱喊了。哦。终于见到我们的神秘的大佛了。十九点十九叉，这里看到它并不高。这里看到它并不是很高。有个十九叉。有一个视觉的差。我们近看可能很高很大。那我们就走近一点。这里就那就是八仙山立佛与丹霞的石头，那就是等级文物不见了。
那你咋弄？哎呀，我啊开得不得了！我说我整那个客运拿栗子来，跟槟榔整。嗯。这个是正看着。哎，还有。还有县政协委员，还有是。哦，县的政协委员。哎，大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还有一个问题。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就是在这里，就是守住这立佛，就是怕它被破坏，是吧？对，因为我开头来的时候，这些全是半截半老的菩萨，有些没得手没得脚，有些没得脑壳，所以我来了以后，我就把它全部一号了子来维修起了。哦，维修了你。哎，维修过以后，然后。等于说，当年你来的时候，这里的就是这些佛像，它都是断臂残颜的这些，是吧？它都没有手没有头的，然后你把它全部维修。然后我来了以后，我都是当了兵以后才来。哦，当了兵。你在哪里当了兵？当了兵。哦，得了病是吧？就是、得了病，生病了以后，生病了以后、然后我在这里求药王菩萨好了以后，我就成天在这里伺候菩萨。哦，你看我每早晨多早起来就给菩萨首先扫地下，打扫卫生。每天去打扫卫生，就把自己该整的整哈，该了整的整巴适就整巴适，要有人来就好接了。哎，陈老师，当时就是我们这个下面这些石洞是干什么的？有些小的石洞。哎，他就王先生，这个怎么没有看见这个大佛的脚呢？哦，你看嘛，他这个我们的个32米哈，他就是从顶到我们还没完工。还没有完工是不是？哎，哦，对，现在我们还在刻。现在有几个分人哈，一个就是说他们有些时候就是他是完工了的。但是我们一直没完工，因为他为啥说完工了呢？他丢修复，他是先是修龛，先修一个龛，先把龛龛修起，然后再刻二十种。实际上，这个眼子算就是仙眼。仙眼。打仙嘛，仙架。香架，香架，打的香架。他原来是用木杆打的仙。来雕刻的是吧？从上面往下面修，那么。先叫完拆完，工程完工。哦。哦。哎，你看嘛，那就是先叫，哎，那个横筋横木，那个支撑点嘛，还有立木嘛。对。哦，立木。哎，对。对，等于说就是，陈老师说了，就是现在这座立佛，对，应该还没有完工的。为什么？因为就是，修立佛的时候是从头。到下面开始，从头到往下面开始修，然后呢，然后就是这些石洞，大家看到的这些石洞，就是我们在修立佛的时候，打的这个香架，就是钢筋架，然后就是原来这应该是竹架，木板瓦，哎，木板还得。对对对，应该修完了以后，然后就不能看到这些就是石洞了。但是四川社科院和先生他说的是完工了的，但是我眼看着他没完工。他没有完工的、哎、因为什么他那个线不整齐，要不他那个线不整齐。我们到立佛的旁边看看。陈老师，这个桥有什么来历吗？这个桥它叫玉仙桥，它就玉仙桥。玉仙桥。哎，上面它还有些对联，叫“星辰一度重，一朝一灯”。哦，这叫哦。能看出来这间屋子是一个在石头里刻的。那哪来一个？他就是一个玉皇洞，这是南天门。他以前、南天门。他以前他这个是石刻哈，石刻石哈是包括的噻。他是按照等级，天庭的等级来修的。哦，按照天庭的等级是吧？玉王。玉什么？玉皇洞。玉皇洞。说是玉皇大帝。哎，对嘛？等一下他就是玉瑶池，这是南天门。哦，这里是南天门，但是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南天门是在一块就是一块大的石头里雕刻的，就是整块就是这个峭壁上，然后打的。哎，然后这里面就南天门土地，哦，镇守天门朝三国，牡丹船斗暴分明，他们就是你，哎，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三朝下达。哦。那个时候你应该你比啥子，那么他前他翻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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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就是大佛的旁边，啊，但是不能过去了。到了这里，啊，就能看到大佛。的确，陈老师，我觉得就是这个大佛应该还没有修葺完，因为没看到他的脚，是吧？哎，他有个过程，嗯，这个大佛不能修脚。不能修脚啊！你说的，你看，对，刚才就是这个。大佛一修脚，那么龙华寺就那个大佛洗脚嘛。哦，大佛要插上去洗脚。哎，大佛洗了脚，你看那个龙华，很矮，龙华长跟全部就比矮，所以大佛就不能修脚。有一个这个传，就是这里的大佛不能修脚，修脚以后大佛要洗脚，然后下面的这条小佛就会被淹没，就要被水淹没。所以说这个大佛就没有脚，就没有修脚。哦，这样。哎，是民间传说。哦，民间传说哈。还有，这个对联，听好吧？对联。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哦，对，能看了。这里是一个月读日，对，两个月读。哇，还得看吧？那是。三个是读金是吧？四个是读什么？那方是一个月四个月嘛，那方是四个日嘛。嗯。民间的话，它就是月份排第。月。日照金环，哦，日照金环，月棚海底这边，啊，这边的十字已经看不清楚了，这边的月已经看不，经不怎么看得清楚。对，两个月读棚吧，啊，三个月读什么？日月棚海底，月棚海底，读海海底地地底，对，照金环，这里就是日照，日照金环。还，但是那些字在看一些字典，还有很多地方能够把查出来，查出来的原因呢？那个四个月可以读懒，可以读懒。嗯，两个日读玄，两个日读玄。哎，日玄金成。一还是读懒，一个读懒。哦，懒。这四个这八个字在我编著那本书上，龙华诗话给那个上面有专门注释的有。哦，你编著的一本书是不是？它是由中国文化史话，龙华诗话，它是由中国文文献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你写的书是不是？陈老师你写的是不是？那么陈老师这里面是就是玉皇大帝是吧？玉皇大帝做的宫殿嘛。万物平无而造化，群人皆我以生成。我们可以看一下吗？万物平无而造化。而造化，嗯，群人皆我以生成，哦，那就是玉皇大帝噻，你求起来，那么你不管是走吧，我们往这边走。这个我们再来。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四个月四个字哈，没有什么意义，无非就是说，那么你看，你是最高的统治者，那么你是管天管地管阴阳管你是啥子给你管完，这。整个月的空间比你管完了，对对。陈老师，这上面的那红丝带，是他们许愿的，这是许愿的。这是香客他们。这个我都知道，这是许愿的。原来我也许过愿。哦，许愿的。对对对。哎嘛，那你快拍拍，就是那个，就是包括这种，他就是现在包括这种，包括龙，盖盖。哦。这是政府保护省级，省级文啊，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都是。陈长春有陈老师的名字，陈老师的名字对。对对对。前后。丹霞洞。这是丹霞洞了，是吧，陈老师？这块是丹。对对对，有丹霞的地貌。丹霞洞。真的是那个，它真的是表面。丹霞洞。对对。表面它是覆道同山。哦。但是实际，它是如石道三角。哦，如石道三江。当时刻就是这些，打这些洞窟的时候，打这些洞窟的时候用了多长时间？有这个考，就是洞窟的时候。洞窟用了多长时间？你这个有考证吗？啊，对的，啊，这正好有记载了，那么就道观辛丑年嘛，哦，道观辛丑年。哎，就是鸦片战争第二年嘛。鸦片战争的第二年，对对对。但是还没完工。还没完工呢，是吧？嗯。还是没完工，这里你看嘛，他还有片，还有还没写的嘛，都完工的嘛。对对对，还有一些就是没有刻字的。刚刚把片开机，没完工。
你看这个田，就现在写的是的是市政府的市长写的，对吧？翰林院出身，知徐州府事。对，徐州府就是现在李冰，李冰嘛。对，翰林院。张玉珍是个很有名、很有名气的人，他在李冰，当过官，他在李冰主任，他在云南也主任，最后，最后他是类似的人才。来，我们再看看礼佛。这礼佛的中有一个佛印，还有你们看这个符，他给全国，你们看过全国给的很多符号，你们看他给全国给的那个符像有哪些地方不一样？他不一样哦，头发不一样吗？不对哦，这和别的符有了哦，这里还没，你们仔细看，不同意想，你们看，你们看过很多地方的大佛，这个我倒是真的不一样。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你看吧，他那个他头部不一样，他那个逻辑，你看我们在写字的时候都是写的画着逻辑和字，然后他这里还有两个，然后他那个符号，按照哈，就是脸儿垂肩嘛，很直，没有用画的嘛。你看你符像，脸儿垂肩，那两个耳朵很大，就靠在肩膀上嘛。这个没得。这个没有是吧？这个没得，你看嘛，就像那个一个招魂儿一样。哦。还有你看，你看他其他其他符，你看，你走过任何寺庙，他那个那他有三条金线。你看我们看，你看这块，你看他的画画都是画不一样，那就画有三个啊，这个嘛，你看吧，这个，我们看的金刚龙了嘛，这个没得。现在就是哈，把一个脑壳，湿哒哒的都来，把一个给你扣在肩膀上，对不对嘛？然后，他服吧哈，他是穿袈裟。哦，他的身上穿了。你看，你看一般的那些服像些都是。就穿的袈裟嘛，你看这个没有，他当然还有配件是有的，他的配，他们也有的，他们那就没得袈裟的，哦，还有，佛不戴手镯，所以菩萨才戴手镯，我们还哦，裤子嘛，你看，两个手都戴的，啊，这菩萨才戴，菩萨他才戴手镯是吧？对，哦，对，手镯是吧？就是，包括刚才说了，对吧？第一个，他那个顶上。我们写书的时候都是画着髻和髻，那么他应该说这里还有两个骨棍儿，没得哦，发髻，他的发髻，然后这尊大佛就没有发髻，没有。还有，你看礼服哈，还其他地方的礼服哈，大佛嘛，那就很，你看一些画，不管画画啊，这脸的垂肩，还也有用画过，你看，对，垂肩肩上，耳垂，对，耳垂是在肩上，对。你看这个没有，还有这个没有，有大佛吧？然后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陈老师说就是别的地方的大佛它有法髻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礼佛上是没有法髻，没有法髻的。而且它的就是耳垂，耳垂，其他地方的耳垂都是怎么样？它就放在这个肩膀上的，它就垂在这肩膀上。但是这个八仙山大佛它那个耳垂是没有垂在肩膀上的，嗯，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然后，它那个你看其他地方的佛哈。其他地方的佛，它有紧杆嘛，就是它有三条金线嘛，我们还这个这个，你看就是景象，紧杆龙的嘛。景象，对，其他地方的佛有一种景象，但是这个地佛就没有，它没有。哦，它就是现在哈，一个头嘛，这个佛现在一个端来，一个往紧杆上给你蹬在紧杆上一样了，蹬在那个肩膀上一样嘛。顶不上，他就没进来。另外你看哈，还有他有配件嘛有嘛，还有其他的哈，佛像你看一般的礼服哈，他有穿的袈裟，对不对？哦，其他的礼服他。那有这尊佛叫什么佛？有名字吗？他的？阿弥陀佛嘛。比如说有就是罗汉，他叫就是睡佛。哎，那就是接引佛。哦，他就是接引佛。接引，他是有接。接引佛就是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接引佛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欢迎。哦，就是欢迎，这接引佛就是应该是守门的。接引你来，你来过的可以
白砖厂，那就是我这边话，我欢迎你到这个地方来。是不是建议世间的那些什么？建议世间的那些？哎，就是其他地方的，在这边来嘛。哦，建议其他地方的人、嗯、云客或者是香客来。哎，现在手上哎，欢迎的意思嘛。欢迎的意思哦。欢迎这个哦，阿弥陀佛是欢迎的意思。不，阿弥陀佛不是欢迎，欢迎的意思。对对，还有那个，他们皮夹，他们夹他，对了，还有你看他手干啥？你看你。哦，他的手上有手镯。这个图哈，他就是他高32米。啊，他高32米。他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礼服。哦，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礼服。在这里就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对吧？嗯、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介绍，这里有一个它的介绍。哦，这里有那个八仙山大佛的一些简介。这里就有我们那个基本简介。哎，八仙山大佛它被《中国大百科全书》列入世界十大佛像。自阿富汗8米仰、53米和35米高的两尊立佛被毁之后呢，那么成为了世界第一石刻立佛。立佛它依山崖石壁雕凿而成，是一尊迦室舍利立佛，北南面北，站立式，高32米，肩宽10米，头长8米，耳长有3.2米，发饰为罗髻，披通肩大衫，袒胸束腰，神情严肃慈祥。那么这丹霞洞它的石窟建成于清代，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典型场所。石窟群内有众多石刻，供奉道教神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石窟群